周深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上线时间确定，5月14日9:29预美约，一首新歌18秒超前试听，5月18日上海演唱会，三首专辑新歌全球首唱，5月19日0点数字专辑上线，万众期待，大家快快约起来。好消息，万众瞩目翘首以盼的周深第二张全新个人专辑《反身代词》全专要来了，以反面窥探天地，从自我遇见未来。反身代词12首歌代表12个不同的化身，用歌声以音乐的表达不停地寻找自己。5月14号9:20解锁 track 618秒的超前试听，5月18号首唱舞台上海演唱会，好羡慕5月18现场能听到新专辑歌曲首唱的生命们。5月19号0:00数字专辑上线，反身代词指强调或反射动作执行者本身。周深从自我出发，挖掘内心更深层次的自己，或揉杂各种情绪，或捏合一方盛景。在我们无法用语言、情绪、动作、表情来准确表达时，借用流动的音乐探索，渐渐明晰出一些形状。这些或完整，或片段，或疏离，或紧密的碎片，刚好借于周深细腻的完整表达，能够被梳理成篇，成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作品的主题。从先行曲《蜃楼》编曲风格可以听到，周深将新作品的场景拉到后人类时代，文明高速发展，人被智能、科技、电子包围，但身为人类，遗憾、希望，甚至是执念等独有情绪，组成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绿洲。周深想通过音乐唱出生命存在的意义，小哪吒终于出世了，超期待。往下归途，5月11日，周深工作室发了太湖湾音乐节的 vlog， 长达将近10分钟的 vlog 质量非常高。从4月29日北京彩排到5月2日凌晨彩排，再到演唱的每一首歌曲，希望以后演唱会的 vlog 也能跟这个一样高质量。你压力很大，你会觉得大家都真金白银的花钱来买票看，你要是没有演好，你会啊，可以做够我那套下半辈子的。但有时候生病你又没办法。被这段话击中了，周深对自己有超高的要求，可是你的现场永远是超出票价值的。就是因为这种对舞台的敬畏和不辜负，所以永远相信你的任何一个现场都是值得的。开吧，生活也一样。有点高。特别羡慕现场的生迷们。在现场真的好幸福，一起合唱《有我》中间，期待和彼此的见面。周深在台上一地麦，台下生迷们都能好好接住，真是超幸福的场面。还有另一个好消息，昨日周深微博粉丝突破929万了，这929万里面有没有你其中一个呢？这些都是周深一个个舞台唱出来的，会越来越多，属于周深的蓝海会越来越宽广。最后，周深9:2910周年巡回演唱会成都站的门票将于5月13日，也就是今晚20点开启预售。演出时间2024年6月15日，演出地址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。各位记得调好闹钟，准备开抢吧，约起来加油抢票。大家请听题，作为歌手怎样才能够在舞台上发挥出稳定的实力呢？简直就是送分题啊！啊，没错，答案当然是活力在线啦，活力满满，实力自然也能够稳稳发挥。汤臣倍健小金罐蛋白粉含80%高蛋白，四重好蛋白分阶释放，助力营养好状态，10秒速溶，上台唱歌前就能够快速补充营养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问答就到这里结束。对了，还要附上一则营业预告，上天猫直播间汤臣倍健官方旗舰店最新画作即将发布，更有惊喜礼盒和超多福利哦，记得一定要来拿哦。什么被爱照亮的人，这是爱的光芒。投资失败，
投资失败了，破产了，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俩同时跃的太高了。三三以及你们先上过来，我们先上去。在我们组的桌上都放着 MC 生菌酸奶，自主贴了十亿活性益生菌。哎呀！小朋友们确实可能现在不听了，他们可能在听 Queen 卡了。啊，他们肯定会了，听完 Queen 卡应该。Super Lady。OK。哇！牛，太牛！这歌不是经常可以谁都能唱上去，在跑男完成了一个 challenge。笑死！太巧了吧也。永远都选到一个就是最差的。太好笑了，两万给天哥老师让他进他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还是五万，那我就不要了，先欠你两万，让你去进他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他就把他，对，我们做口碑的，我们做，我们都不做口碑，我们家一直都是，我们家一直做口碑，我们的座右铭是善良的活着，对，活着，善良的活着。家刘涛大义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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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浩姐，永不言弃，快快快，要争气，要争气，不要相信自己，我不相信自己，谁相信自己？我们要先努力，对，沙哥背个手书包，好辛苦，很像在春游。安姐不敢厉害，没厉害，四，哎，又是我。I do 不能抱，老友们不能抱，叫什么呀？小外星，我们叫啥？我们两个歌手不会演戏，不能对视，因为我们很难的。这明显做贼心虚吗？如果你们要保，是不是这个？对对，最合适的。哦，我还说了，我的娘啊！那我们完全想错了，我的妈呀！那对我们没有。